是我是最好啊，我是要把它当回家的菜。如果是好啊，如果是没有人担心啦、啊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刁难？你要怎么证件？我们怎么这样刁难？你要什么证件？我们是担心啊。我现在给你，你要什么证件？让工作人员来，要自然去这件事情就好了。我已经停车，先生好了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证明他是他妈妈的话，我们就放心让他。因为他不该他有事了。你要让我出去，不要离你的越远呐、啊！我离我家越来越远呢、欸。让他出去，让他出去，让他工作，让他工作，让他工作人员做好。我们不是证明，我们是觉得很奇怪。下来吧，让他们去处理。我不是没有走，我不需要。